是真正的被选到的。九折，你的人来了，哇，好开心！李先生，恭喜优胜者，开门。来，谢谢。回来让他们独处，让他们独处啦，好好聊一下，不要破坏。九折不会一下子变五折哦。哎 ，Hello， 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刚刚的正面一出来，扣子都掉了，有没有？啊，直接弹射开了，哇，弹开，你也太夸张了。哎，不打扰你们，让你们两个聊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老师的手劲好强哦。啊，让你们两个这么好的音乐舞台，对不对？这么好音乐舞台，我今天是因为这舞台很棒。还君明珠泪双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谢谢谢谢。你这是表示说很遗憾的意思。遗憾遗憾。你们两个这个以前有认识吗？认识，有见过，有见过而已，见过，但应该还没有亲密接触过吧？我应该没有这个机会吧？来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习惯用哪一手拿麦克风？其实我觉得今天没有合唱没有关系，我是为了牵手来的。哦，中了啦，中了啦，有了啦，其实有了啦。其实你不要误会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是第一个，你第一个，那不是牵手，是这一段要跟我们一起表演牵手观音。Yeah，Let's go。好啦，人家还要亲密互动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们下次有机会。感谢，谢谢，是要帮助。哎，九折刚很开心。谢谢信哥，回来。喂，什么态度？九成你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态度啊？这么高兴？哎，拜托，我很高兴，好不容易可以站在这里啊！哎，人家是老师，对啊，平常我们都坐在那打分数、说风凉话的，好不容易站在这边，体会一下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的感觉。现在终于知道站在这里有多难受了，真的很难。不过这个两个人呢，这个牵手那是一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人家说，这个老婆的话总是。自己的左手牵右手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谁说的句话？如果是女朋友的话，哇，那还得了，天雷勾动地火嘛！哎呦，天哪！其实我知道一号出来的时候，九哲就知道他错了。要比他更优的真的不多，因为制作单位不会选两个都这么好吃的啦。不会，你也很好吃，你太小看自己了。我可以吃很久。你不是。你是吃厨宝的啦，你不是好吃假厨霸呀，假霸哎，你是可口，可口对对，一边欣赏一边吃可以吃很久。那么不宜多聊，好不好？两位快用180的速度，太快了啦，那直接是脱都连解都没有了，解脱两位就交给你们了哈，引咎一下，搞不好这个登上小巨蛋呢，加油加油，来，有机会的，来，谢谢，十指紧扣，你干什么？十指紧扣，哇哦耶！爱永远都是难题，太帅了吧！失去分寸太容易，谁都是凡人，不够小心翼翼。有时候忘了珍惜，相爱来得太无意。有时爱太急，需要空间呼吸。争吵越狠，痛越深刻。哎呦！然后不断自责。哦，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。拥抱越紧，痛越深刻。谁不会舍不得？现在我给的。或许不是你要的。如果分离是唯一的解脱，最后的话我来说。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，依然让我来过。就算过去的回忆太脆弱，手，连未来也没有我。爱着你是我的执着。
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。贤哥，耶，贤哥，你们，天哪！哦，先不要删。然后闻一下，闻一下。哎，为什么九泽牵过我的手之后就随便了？老师刚有大便哦。可以啦，哎，没品，哎，没品，我最顺，哎，跟九泽很会唱，哇，他太会唱了，啊，你们两个太见外了，这唱起歌要四目相交，我们有啊，有要融入在，而且最怎么剩牵两根这样，对啊，但是他不能一直看我。他只能看待0.2秒，会跳出来，因为超过0.2秒，他开始笑场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哎，但是这个歌唱得起来，还和声什么，琴瑟和鸣。对呀，对呀，老师唱的很棒。这一次新专辑唱片要送给老师，好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叫做 Will You Remember？ Will You Remember？ 对 ，MV 有没有缺女主角？需要，需要吗？需要。这位小姐，不要第一波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难得生存，我当然要得寸进尺啊！对，好了，好了，老师休息一下。感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九泽不能再选错了。Hey, hey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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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